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tephen， 旁边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Alexander。赵赵。Hey, good morning, Alexander. Good morning to you, man. Yeah, it's very hot. I'm pretty good. I think today is your day off, right? Yeah, it's my day off. Yeah. So, what do you normally do on this day? If it's not very hot like today, I like to go cycling around and see some special place. Yeah. But now it's too hot. It's too hot, right? It's better to go to swimming pool, maybe, you know? And better maybe do some activities indoor. Activity indoor with the conditioner, of course.Yes, so I want to ask you questions. Do you have any skills or any knowledge about the painting? Okay, I don't have skills about painting, no. Have you ever tried? No. I tried, but I'm not skilled on it. I can play music, I can make other things, but... Yeah, but today maybe I can give you another skill, which is painting, okay? Ah, nice. We will go to experience, we call the serial painting, which is... Serial? Yeah, we don't use a brush, we use a grain, we use a weight.Different we use seeds, so we use different things, but not a brush, okay? Wow. So let's meet the teachers for the serial painting, okay? Okay. Let's go. Here, yes. So this is Mr. Wang.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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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你好，你好啊，你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道琴艺术院来参观观摩我们的道琴五幅画。好，我领着你去看一下吧，来，好吧，没问题，好，谢谢。我们边走边聊一下，好。咱的五虎画呢，是我们当地济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好的一个非遗项目，全是用种子粘贴完成的一个艺术品。我请你上那边去看一下。你现在吧，来到我的展厅了。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比较成熟的我们道琴五虎画。像这幅作品呢，我们是当地的名人，也是咱世界名人孔子。然后我们道琴五虎画呢，采用的是所有的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来把它粘贴，完成。模板、增量、定型，一共11道工序才能完成这件作品。孔子的这个胡须啊，就是用的鸡冠花的种子，我们当地的鸡冠花的一个很细小的种子。来完成的，这些小米啊，这个大米啊，糯米啊，灰谷子啊，这都是我们的常用的一些常见的一些五谷杂粮。Like rice, glutinous rice, and also some wheat, you know. 要完成这件作品啊，得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它完成。我们这个作品里面呢，提到一个我们当地的民俗啊，避凶邪镇恶会，啊，来年寓意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这么一个好的寓意。所以我们的五虎画就是最好的一个概念。老师，这个是不是需要先在上面先构图？先构图。先构图完了以后，工人再利用这个凹凸不平的种子啊，来粘贴完成。啊，干！你像这幅作品呢，很受我们当地的这些民众啊喜爱。Why you want to make this skill? Learn this skill. 我们当地啊有一个节叫田仓节。当地有一个民俗啊，在这个节气当天呢，我们老百姓啊在我们院子里面追孤这个堆儿，然后就是撒草木灰。有一个习俗，老百姓就在这个当地用简单的种子来粘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图案。从那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传承的问题，我就把它发扬，再创新，最后才能研发出现在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道琴五虎画，是这么一个传承的过程。现在来到我的工作时间，你来看一下我的五谷画的制作过程，好吧？我给你介绍一下。顾名思义，五谷画就是用五谷杂粮来完成的这个作品。这所有的种子几乎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五谷杂粮，这些自然的颜色来粘贴拼雕的。也看它切。你看，这是绿豆，是吧？这是小米。哦。对，红豆。这是糯米是吧？这是糯米，对，这是糯米。So you can see。这几乎就是我们的原材料。第一步呢，先构图，画完以后呢，我们要工人去粘贴，利用种子的不同的颜色来去粘贴。How do you pick the seeds and also do you make a special treatment for them? 我们选材的种子呢，要颗粒要均匀，要亮度要高一些的，比较好的漂亮的一些种子。在制作过程之前呢，所有的种子都要通过特殊的处理，包括这个种子不要在那发芽。不要叫它霉烂，尽量的保证种子就是胚芽要杀死掉，
啊，要杀掉，不然粘天花以后它容易生虫啊，容易发芽。那这些选种子的时候，后续我们画还会再上颜色吗？还是说就用原始的颜色？就是原始的颜色，利用纯天然的颜色，纯天然的红谷，再用纯手工制作，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它的难就难在这里。对，难度就难在这里。来，你看一下现在它粘的时候粘贴的过程。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粘贴过程。那么粘贴过程呢，你像各种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种子来完成，要颗粒一个一个的去人工粘贴上。Do you know who is him? This is called 老子。啊，老子，老子 ，yeah, 老子。How do you pass on this kid? 通过我这一代的这个传承和这个创新啊，咱那个道心五块呢，就是说从质量上，从外观设计上都很大的一个提升。希望呢，也是通过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把它延续下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朋友吧，算是，其实就是我的女儿。提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必须要起到一个传承的一个作用。我女儿呢，她本身就是学中医的，我也想把这个爱好啊，真的提升起来，不能把我这个手艺啊，去丢失掉在我这一代。你学习这项手艺、这项技艺的时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这里吗？我每天学习完都会来帮爸爸来蘸一下五谷画。那你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也非常喜欢就是去做这样一个技艺呢？是的，我很喜欢。我从小看到我爸爸做五谷画长大的，我爸说这个东西不能丢，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嗯 ，that is thing. Yes, very good.要不你现在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好吧？蘸上胶，一粒吗？一粒，一粒。One at a time。对，放在这里。对。它这个排列在排列上有什么要求吗？排列上就是现在随意排，排完以后再一点点的挤啊，挤平的，最后再还要模板，不要快，慢一点，对。两个两个的也可以。It's okay. Give it a try. Slowly, slowly. Let me have a look. Let me have a try. Ah, you are better than me. You can try. Trying to keep the, you know, close. Yeah. To know there's no empty. Let's give it a try. 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画的最核心的一步还在它的设计上，对不对？对，主要是设计一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形象的这个人物的形象设计呢，以前就是说，走了很多弯路，设计出来的就是呆板，特别是人物，要把人的神韵表达出来，就是说有很好的一个美术功底才行。您是不是有这个基础啊？对，我从小就喜欢美术，从小就跟着老师学国画，特别是人文画，艺术造诣比较深一些。对人物形象刻画，你也需要不断揣摩，对不对？对，那是很重要的，揣摩的他的精神。这个人物的那种神韵啊，文化内涵啊，都要包到囊括进去。Okay, so Ale, we just finished visiting the workshop, and now we're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Mr. Wang always, you know, have some tea. So, you know, industries use a machine for produce things, and als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tarting to make some strange art. Yeah. But here we have a person, an artist. Yeah, an artist. With his hand, this product, nice. 如今社会咱们科技发展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呢，也很多东西，比方说用机器啊，会去完成一些。作品可能会省时间，会省力气，但是您依然坚持就是我用这个初心，就是用这个手工制造这些东西，这个您认为是冲突的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谈到这个传承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按照老的办法、老的规矩去做这件事情。始终现代工艺的一些结构也好，这个制作方案也好，和我们纯手工的这个概念是完全有区别的。手工这个东西体验的是一个技艺的手法，那么是用工业，用现代工业是取代不了的。虽然那个东西大量的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复制，那大同小异。那么我们手工的东西呢，通过我们人工的去做呢，它有灵性，它是艺术品，不能当成商品来对待，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既然提到传承这个事情了，那么传承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传承下去。
因为我就干的是我们传统中医这一块，我就想着能不能使现在的这个武山道情文化起到一个创新的作用。在研发的同时呢，我也用了很多这个中药在里面，能起到什么呢？芳香开窍，既能欣赏画在墙面上或者摆在家里面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带来一些药的功效，叫中药五谷画。中药五谷，哎，下一步正在研发，正在研发当中。这样的一幅艺术作品不仅有观赏性，还有这个药，还有实用性，实用性对，挺好的。对对对。So after we talk with Mr. Wang and we experience the serial painting,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oday? Well, I think this art is very nice. I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Not a lot of people can do this, and not a lot of people can command to the student, you know. It's kind of a treasure, you know. And also, you know, the artist is a mirror of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you know.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Yeah, that's true. So I think today we are finished, and next time if we have chance, we can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learn from the Mr. Wang. Oh, sure. And then now we say bye bye together to the audience, okay? Bye bye.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See you.